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已经回到了沙县店里面了啊。然后刚从那个山上下来，走了趟高速，然后去探索了一下古城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到了沙雅县，第一件事要吃，直接吃吧，我都说吃了。我们现在呢，已经到了我们这个抓鱼王的馕头肉店，就在沙雅县的古勒巴克镇，哎，这条街叫创业街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准备挑肉啊，店里面的人现在太忙了。这个肉呢，叫做这个脖子肉啊。它肉这个肉非常劲道，这个呢是羊腿，估计也就是半公斤了。这个呢就太香了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羊腿，看到没有？全小肋巴条子，看到没有？是肥肉相间的，一层油一层肉，一层油一层肉，喂，太赞劲了。今天我们就吃这个，专门挑点肥的，专门挑点肥的。吃多了，吃多了，吃一丢丢，一丢丢，可以可以，这香，这香，这个香，自由，可以就可以。等会儿呢，我们把这个馕烤掉，然后把肉呢就放这上面，哎，这样端上来。那我现在呢就把这个就放到这缸子里面。啊，现在挂个浆。好嘞，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，哎，放这里。现在就挂肉。哎，攒劲儿啊！喂，你看这个肉攒劲儿啊！这个油包干上面撒个辣子面，我有点烫啊，有点烫，口水流了没有？喂，太香了！我现在那个拿一个神器过来啊，吃烤肉必备。啊，这个铁鸭子来了啊！铁鸭子，茶水现在哎也拿过来了，刚才古丽妈端过来。谢谢，客气。火有点大啊，为啥要火有点大呢？因为这个我们前面抓的肉，你们也看到了啊，就是这个油比较多，好长时间不吃烤肉了啊，看果冻一样的。嗯，这个油彻底烤透了，入口即化。尝一口，尝一口，搞一个。哎，凶残。这个油是不是？油是脆的，对吧？里面是脆的，嗯，里面一层像是那种果，确实像果冻一样，已经不油了，油已经烤出来了。对，所以要多烤一会儿，入味香。然后这个馕呢，也是这个回炉烤了一下啊，放上孜然辣子面，哎，我们把这个馕撕下来一点，然后把这个油包干拿上，然后完了以后呢，把它这样子裹一下。拿出来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吃上一口。嗯，这是刚才呢给大家看了啊，这个就是那个最肥的那个羊排，是不是？全是油那个吗？全是油哎，来吧，不会翻车这个啊，看，果冻一样的，烤的时间比较久。专门让烤的时间久一点，这样子嘛，这个肥油啊，它就不腻，看到没有？吃烤肉一定要吃带油的，这样才香。比我自己在家烤炖羊肝子好吃多了，是吧？就是。我就最喜欢吃的就是烤肉，你是又吃肉，又吃这个馕，它肯定是缺水分的，对对对。然后配玫瑰花茶，刚刚好。我客人现在越来越多了，后堂的噪音也越来越大了。那我们就尽快结束吧，好吧？不耽误别人吃饭嘛，不然的话没桌子。我们现在吃差不多了。嗯，对，吃差不多了。还有一块肉，还有那啥油包干，还有半个馕。今天呢，就是这就是我们晚上，然后我晚上的时候再吃上两个
牛骨头，牛骨头吗？那我就不会吃了，我就回去陪我老弟他们再喝一杯。喂，喝一杯吗？啊，我晚上的时候再说。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嘛，带一公斤肉回去，然后跟我老弟喝两杯。可以可以。看这个肉晶莹剔透，犹如羊脂玉。拜拜，拜拜。